好，今天年初一的特别节目呢，两队的这个竞争是十分的激烈。那为了缓和一下这样的气氛，我们有一个中场休息的表演。但是相信呢，大家会觉得这个中场休息的表演还真的蛮好看的。是的，我们要欢迎从星光大道当中崭露头角的黑蜘蛛萧敬腾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街，你围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有你愿意给我绝不亏欠，寻常人的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那谁变的罪，谁钟情的跟随，春去当当过侍卫，脚下踩着玫瑰，为这一个味道安慰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，
星光大道啊，你怎么变这么活泼？你以前就是刚刚出道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他，他就是属于那个胃痛的天王，就一直这样子，然后缩在这里一直唱。可是后来现在好活泼，好活泼，然后还会跟那个比利杰一样去追摄影师，有没有？啊，对啊，这些肢体是你的心灵开放了吗？自己也没有，逼不得已是，就自然而然的，慢慢的成长。而且听说他很用功，最近在上英文课，对，是不是？不可以跟我讲英文。拜托，就哎、欸，简单，你刚刚唱的歌，请问那个小蝴蝶怎么讲？不要这样 ，Little Butterfly。对呀，对呀，干嘛害羞？不错，艺人就是要每天的自己呢，要不断的进步，要学新的东西。那么在这边就跟大家宣布了，二零没有没有没有要考你，你还要继续玩吗？好啊，那王菲，我不要了。全世界的歌迷注意了，2010年萧敬腾要唱到你面前，再次欢迎他，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他，也谢谢所有的乐手，谢谢。